程大厨，您介绍一下今天您做的菜是芝士鲈鱼饼。淡水鱼里面营养素最好的就是鲈鱼。哦，既有益于孩子的大脑开发，但是芝士呢，孩子都爱吃。对对对，所以说今天我就给了两种配合起来。好，我先给倒啊，因为孩子嘛，第一个是吧，一定要剔骨。这个去骨，这个鲈鱼的骨是不太很，不是算很多。对，鲈鱼的骨头相对说不是太多，就主根骨跟龙骨，还有这个叫鸡骨这块就行。咱们这个鲈鱼片啊，要打大斜刀片。哦，蝴蝶刀。不切断，不切断。蝴蝶刀。我问问这个我们张先生，您作为一个爱下厨房的男人，平时呢跟孩子在一起是不是有很多快乐？孩子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吃爸爸做的饭，尽量多给孩子做做饭，陪陪孩子。哪怕您就做一个很简单的菜，做儿女的也感觉特别的开心，感觉特亲切。佟大厨把这个鱼肉都切完了啊，切成一个大斜片，大的蝴蝶斜片，然后呢上的底味，底味，是一点点盐。然后今天我做的是煎，但是我一定要保持它鱼肉的营养不会流失，所以就放一点点底味就可以，就可以了哈。先腌制，先放旁边，我用春卷皮，对吧？切成细丝，然后裹着那个叫鲈鱼饼，一起煎，也是外脆里嫩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跟我们的鱼肉加在一块儿？待会儿秘密啊，待会儿再跟你说，都不告诉我啊，怕你学会，回去给你孩子做饭。对对对，我哪有孩子，我就是孩子啊。切好的这个东西呢，稍抖一下，先放着备用。好了，打俩鸡蛋。哎，我给你拿俩鸡蛋。打碎，待会儿我又裹一下。那个曾老师是裹是给他穿两件衣服啊，对，我也今天给他穿两件衣服，也是两件衣服啊。那大家看一下芝士片，先撕开了就行了，因为芝士片高温不能力度太做的高温。这个芝士片是小朋友最喜欢吃的，对，做蛋挞呀，对，哎，这个离不开这东西。完了，我弄坏了，没事。好，看一下啊，今天我做的就是煎。这个芝士就适合烤和煎，卷起来哈，卷到里边，让芝士的奶香味迅速融入到鱼肉里面。哎，这个办法挺特别的哈。对，加热以后它芝士会慢慢融化掉，它融化掉这个汁水就先进入到这个鱼肉里，被鱼吸收。对，哎呦，反正这卷的时候用得耐心一点。对，我们要裹一层那个什么，蛋液，蘸点这个春卷丝。也很漂亮，这个像蚕吐司一样，是吧？对，现在外面还有很多的叫金丝虾球，也是类似这种做法。其实这个菜在南方做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春皮卷、蛋皮卷；北方的话，你可以灵活掌握家庭里边切点细的土豆丝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卷起来也非常漂亮。就是是不是您这个办法，我们弄点别的都行啊？都可以。对，我们可以现在是最后一步了，现在准备要煎了。太好了。我们开始开火。给孩子做菜呢，也是低油嘛。咱尽量不要让他多吃点油炸的。对，低油。而且呢，油一定要用好油。所以我推荐您用我们的5丰毫米三元好油，由每天爱回家的华润五丰赞助提供。五丰油，效果特别好。玉米油啊，玉米油，来一点。错，好，就这点油就够了。一点点油就行了。对。哦，哎，这个时候是不是能跟我们说说了哈？为什么您用我们这个，您用的这个丝包裹着我们的鱼肉？第一个，减少这个咱们这个叫鱼肉的氨基酸流失。对吧？另外一个呢，还保证了一个什么外脆里嫩。外脆里嫩。煎的时间呢，火不宜太大。因为这个鱼肉啊，非常好熟。然后第二呢，这个芝士呢，它首先它遇火遇热，它就化融化掉。它你要是火太大了呢，它可能就保不齐就化有点过了。其实这个菜呢，就是说根据西餐、中餐，都可以做。我是中西给它融合了一下。我们大概一面定型之后，就翻到第二面。对，三面煎，我们现在是三面煎。三面煎的话，它这个温度呢，它容易均匀的吸收到肉里边，而且它熟起来就非常均匀。假如一面煎的话，就会比较难，差一点啊。所以这个煎的也是个小技巧哈。我们慢慢的把它煎制过程当中呢，其实也象征着我们这个作为父亲来说吧，对孩子呢一种爱，慢慢的融化在这鱼肉里。对，说到孩子，我每天在看他成长的时候，特别前两天早上的时候，我记得周六的时候，突然跟我说一句话，没把我大牙笑下来。说什么？因为老师表扬他啦，这个幼儿园表扬的非常好啊，然后跟我说。小一些了啊，或许现在正是他时候那个童年的最美好的时光。对对对对对，也特别可爱哈。
好，现在好了，我关火，控一下油。这是个耐心的菜，也是爱心的菜。对对。好，我们开始来做一点给它配菜。配菜。好啊，来来来，今天给它配的那个生菜。嗯。对吧？稍试一下。少试一下，光是蔬菜啊，他肯定不爱吃，是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适当给他挑点水果，是吧？哦，梨跟苹果，对，梨和苹果，都给他切成条状，嗯，这样呢，让他那个孩子吃起来营养更均衡一点。这个营养搭配也很合理啊，嗯，荤素搭配也有水果，而且颜色特别漂亮，颜色漂亮，看出这是个耐心的父亲，是吧？对，也是爱心的父亲。切鱼，哦，咱们要切一下，切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切好了，然后还要切一个干嘛？切肺，对吧？这杏仁片呢，咱们就适当的说撒点，撒一点就可以了。嗯。然后那个孩子爱吃点番茄酱，嗯，对吧？你可以蘸点番茄酱，调一酱汁。如果你呢想吃沙拉酱，拉酱啊，也可以放点沙拉酱。如果您什么都不想吃，吃这本味，味道也很好啊。但是到底这味道好吃不好吃呢？我要跟您说。泰德乐原味鲜，美味背后备足用心。泰德乐原味鲜喊您回家吃饭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啊啊！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啊！我先第一个，蘸一点番茄酱，蘸点番茄酱也可以。对呀、啊，这个蘸番茄酱、沙拉酱都可以啊。嗯。哇，好脆啊！不外酥里嫩哈。对，而且越嚼那里边，哎，汁水多。对，嚼到中间，这鱼肉的感觉和芝士的感觉就出来了，融在一起了。嗯，如果呢，您吃完这个特别油腻的，您感觉到飘飘的油腻呢？哎，吃一个青菜，配一个水果。嗯嗯，对，马上效果就更好。对对对对对，把鲈鱼宰杀干净以后，刮完鳞以后去骨，然后把骨刺剔完以后呢，打大蝴蝶片，腌制的时候适当放点盐，做点底味就可以了。把大蝴蝶片的鲈鱼肉包裹成那个芝士以后，滚成蛋液，放在那个春卷丝上，包裹均匀。在煎的时候，就四成的三成油温，慢慢小火煎制。